好，我们来这里，因为这里哦，两题非常类似，所以说这两题一起交，可不可以？一个是94年考题，对吧？一个是几年？94年。来，这两题都有个特征，什么特征？注意听，他问你具有这种特性的什么式子，是属于下列何者函数？了解我的意思吧？那你观察一下，这有什么特征？这两相乘会变两相加，这一个相乘可以变成两个相加，对吧？听好，这两个相乘可以变一个相加啦，这一个相乘啊，可以变两个相加啦。好，注意听，在数学上具有这种特性的，往往是指数或是什么对数，因为相乘时是数相加。OK， 相加时又可以变什么？相乘。所以说相加变相乘，相乘变相加，不是指数什么对数。那是问题是哪个是指数，哪个是对数？很多同学会怎样？会很模糊。来听，看黑板，老师举例，看呢？什么叫指数？二的 a 次方乘上二的 b 次方，会等于二几次？a 加 b 次，对不对？这叫指数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什么叫指数？老师可以把它推广成 fa 乘上 fb， 有看到？这 fa 乘上 fb 有看到？会等于 f 多少 ？a 加 b， 这是叫指数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呀？有理，对吧？二 a 次方乘上二 b 次方是等于二 a 加 b 次。老师可以推广成，以后看到 f a 乘上 f b， 对吧？哈 ，f 就代表二的嘛，对吧？哈，会等于二的几次 ？f 几次 ？a 加 b 次，这样行不行？好好好，这叫指数，对不对？哈，大家听，我们先不要管题目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对数 ？log a 加上 log b，log 多少 ？a 乘 b， 对不对？两个相加是可以变成一个相乘。所以说什么叫对数啊？什么叫对数？对数怎么特性？当你把 f a 加上 f b， 对不对？这两个 log 嘛，就两个 f 嘛，对不对？相加的时候会变成一个 log 加相乘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以吗？各位可以哈？好，告诉我今天这个式子是哪一个？对啊，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属于什么指数？对啊，所以说这题答案要学什么指数？那这个东西跟这不一样。老师，相加颠倒看 ，f a b 有没有一样 ？f a 加 f b，f a 加 f b 有没有一样？有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对数就出来了。这样行不行？行吧哈。所以说这两个单词要去区隔哪个是指数，哪个是对数，知道吗？你区隔的时候就先把这个公式写出来。再去破他们之间关系，好了，把他们的区隔写出来，再透过他们，再找他们之间关系，再把它带回去，知道吗？所以说这个是指数的答案，这个对数的答案，这样行不行？行好 ，OK， 把这两题看一下。